我个人非常喜欢王家卫，我一直以来对他的独特的个人风格非常喜欢。我觉得就好像我们做料理一样，不一定在每一个料理一定要把自己凸显到最大，而是怎么样把每一个食材最独特的优点展现出来。这一次特别不一样的地方是，我希望是为海内外的电影人所设计的一个电影式的晚宴，除了会在每一个菜加进一些台湾的元素在里面以外，我希望能够让所有的电影人能够感受到是电影的元素在里面，除了视觉、听觉、触觉，不管是排盘上面或者说互动上面有更多的接触，会让大家可以一边看然后一边听然后一边有不同的经验在这个晚宴上面。